要说不惧，还得是咱们弯弯。今天这部颠覆三观的狗血大戏，可不是双男主那么简单，而是仨男主的复杂三角关系。扎受左右摇摆，俩个他都爱，无法舍弃任何一个。俩公一个深情忠犬，对瘦瘦死心塌地；一个多情霸总，唯独拜倒在扎受的西装裤下。瘦瘦虽然颜值平平无奇，却是俩公的白月光，你争我抢，谁都不愿放手。瘦瘦就在三人之间左右平衡，不愿做出选择。霸道总裁为了追求瘦瘦，狠心抛弃多年男友，甚至为了扎受主动和母亲出柜。这是他的前男友苦求多年都不能撼动的非分之想。深情忠犬为了瘦瘦能考上大学，一边打四份工，一边给他补课，陪他画画，鼓励他实现梦想，甚至累到需要换肝，可最后他还是愿意为爱放手，主动退出。全剧就看傲娇瘦瘦如何作天作地，左右逢迎，一身公主病，却偏偏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。虽渣，却被一帮人捧在手心里哄着，唯一对他稍微严厉点的父亲也是真心疼他。男主光环真的无敌了，接下来且看这部震碎三观的狗血大戏将如何发展吧。